不要担心。I love you. Thank you. I love you too. 对啊，有生之年。吴以诚，你波兰话进步好多。对，这阵子你不在，我都要练习讲波兰话。很累。我节目怎么越来越像八点档？高潮精彩啊！Max，你还是要笑哦，你还是要笑哦。你有心事是不是啊？不要，这个档肉也腌好了，等油温。有的，我在等，第一棒剩下两分钟，看到对面，等油温上来再下。还有油？哎，那你红葱头你是要煸？对，他不会，他爸炒不会啦。那你至少捞个油先丢进去，给下一半可以用啊。对啊，小锅哦，好不好？这个应该可以做。哎，那个老爸老爸这边不能动手。那个小仲啊，来，你先到。带笑容哦。啊，帅。他是说多少油葱？没有啦。我是给你捞油用的。他们会帮你，好，放进去就好了。你还先把它放进去，你把它放进去，然后油一匙过去。这个动作，一匙，好，哇，不得了了。哎，曾博士你在干嘛？不要整，不要浪费。哇，我们能帮尽量帮哦，你不能再动手了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切白菜？我两分钟，简单的，先对切。刚刚有讲怎么切吗？对。你现在是你自己？对。你现在的动作是砍白菜。陈哥跟邱师傅现在是心事重重。不能再一直看下去了哈。你们表情很有戏。你没有把握就不要切，你就切那个黑木耳。袁灿，那个锅子是要晃一下，对，晃一下。因为红葱四分钟好了没啊？来没？你们现在感觉时间过得很慢，对不对？我卷起来哦，不错哎。高师傅，你是有痰吗？哎，变够了吗？小心哦，先这样子啊，先这样哦。可以就先。哎，你加错了。哦，这么，那是什么？怎么成？哇！天要亡我啊！两分嘛，时间剩下30秒吧。第三棒啊，三分钟跟那个两分钟很重要啊。不一定啊，郑元畅，不要担心。I love you, thank you, I love you too。还行啊，只是差一点。可以啦。来，两边请注意，第一棒请停手。耶，停了。第二棒三分钟，请就位。三分钟，加油！开始，加油！陈哥，加油！Oh my god！ 哇，你整个火起来了！加油！陈哥，你加油！陈哥笑一下啦，笑没出来的，那太全行。黑木耳需要这么多吗？够了就好了，够了就好。白菜要够就好，够就好。对啊，完了，他在犹豫啊，怎么办？好啦，你不要把剁掉。逼。那个邱老，你把木耳丢旁边是怎么样？不是，我在待会留起来，下一场用。